我找到一些能量池，但不知还能不能用。谢谢，有了这些，莎莉也许能撑下去。情况并不乐观，莎莉是超载了意志器中的能量来展开护盾。她的身体承受了远超正常水平的负荷。我不知道她的脏器和大脑有没有受损。在我确认她的伤势之前，不要随便移动她的身体。莎莉她不会有事的，对吧？ 我会尽力的，夏佐，那些家伙还没有全部撤离，我担心他们会折而复返。我不能丢下莎莉，能拜托你去对付那些掠夺者吗？我和帕尔会远程协助你的。 快去飞行滑道，我为你准备了一架武装飞翼。 确认一下有没有漏网之鱼。 希望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吧。医生兽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快跑！这是他们的炼尸场。今天真够倒霉的。小心！
这大家伙没跟进来。 这里好冷啊。 Thank you.